诗，宣泄术。术卦用垂柳术，横折、横细、竖粗，不要写太宽。这个横要低于左部。横折钩，不要写太高，顿一下，勾上去。竖画在中间，可以用悬针竖，也可以用垂柳竖。垂直要写的长，高低错位，撇在横画中间起笔，要短一点。竖画挡住撇的收笔的地方。横折，横细竖粗。这两个竖的话，左边细一短，右边粗要长一点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点在这个横画的上方。横折折撇坠，不要写太宽。捺笔向右下方微斜，由轻到重，慢慢把笔提起来，宽窄，注意留出空间包住上方，由高到低。这个在它点了下方的时候。撇有粗到细，竖画在撇画中间偏下，用尖头竖。这两个笔画立得要近，要写的短小。下面的撇比上面撇稍微长一点，捺笔向右下方伸展。长一点，口注意有粗到细，横折，横细竖粗，口到梯形，上宽下窄，墨，草字头，这个横往右上方写。这边的横往右下方斜，两个竖高低错位，上宽下窄。日子不要写太宽，宽度不要超过草字头。下面这个横画稍微长一点。撇不要写太长，要短一点，点往上面靠得近一点，所以这要有高低的错位，横间距基本相等。